恭喜恭喜，梁欢，哇！梁欢呢，这一次呢，总算要推出他一个人的雄心的专辑哈，整张都是他的专辑，所以讲呢，喜爱梁欢的那后边有福了。啊，真的不要这么说啊！唔讲咱谢谢两位跨刀来搞我倒三缸诶，第一个就是我的徐志豪，啊，够第二个哦，虽然伊无伫个家，啊，唔讲咱一定嘛爱甲讲者，我也吃醋，哦、就是咱的小，无、啦，咱的小王子吴、俊宏，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对，因为呢，我跟梁欢呢，一起加入豪记唱片到现在，总共是合作两张。哦，对，三年哈，主任头一第一个新买车波中加千里苏梁，那这一次梁欢的这个新专辑叫做《比翼双飞》。帮你打六块鸡出来，真的假的？不可以骗我。噔噔噔噔噔，小心那个灯烫，不要再往后了。但是脖子那边吧，哎呀，没事没事。一定有一，让它自然一点，一搓一搓这样就好，不要整。可以跪脚吗？跪他。好，让他帮他弄一下脚。往后，往后看起来就像。双飞这首歌曲那么的特别，我跟你讲不得了了，我他们讲真的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他们讲吼这段，因为一样是张燕青老师哈，整个帮梁欢呢来制作呢，而且我们这一首歌哈一样延续石国仁老师帮我们写的，这是曲风有一点点不一样，是较甜的哦，做甜蜜，所以你现在听到我们的背景音乐，你就知道这首歌绝对是打雷电来收藏，而且赶快把它学起来，否则哈，你会觉得很可惜，对，就输人了，对，可是不止这首歌啊，对，还有我跟俊宏合唱着《豆吹》也是很轻快的哟、哦，对，没错，事不宜迟，马上行动，比翼双飞，一定要去买哦，要购买正版的哦，是哦，林明哈，一定要买到林梁欢最新专辑《比翼双飞》。